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龙美地产的联合创始人 Judy 豆豆季如。龙美老师是我们一家人的良师益友。小女儿3岁半的时候就走进了袁老师的课堂，大嗓门的小姑娘很快掌握了发声技巧。让我惊讶，原来专业的声乐老师真的是有办法。大女儿在青春期的时候也走进了袁老师的课堂，经过几年的培训，声乐上长足进步，而且袁老师成了她的知心姐姐，陪伴她走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。教书育人，浓眉艺术学院走过了非凡的10年，我们预祝浓眉艺术学校桃李满天下，预祝10周年师生音乐会圆满成功。